非常开心呢，这次受到杰奇的邀请，欣姐的邀请，参加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。小孩跟老人是最需要被关注的。今天我觉得来到了现场，无论是今天所有来的表演的朋友，在台上的乐队朋友，包括你们来聆听的朋友，幕后工作的朋友，每一个人，我觉得今天晚上的心都是同样的一个颜色。我们所有的这么多颗心形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颗爱心。我觉得每一次来到马来西亚，我都有一种好像觉得华人特别团结的感觉啊，好像这里的华人大家都互相照顾，互相的办这些慈善的活动，所以每一次来参加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窝心。接下来唱的这两首歌呢，一个是跟小孩有关，一个跟我自己呢，当年其实出